哎，各位好，这是今天做13公尺24发的设计哈，那是由用 VFC 的 G17第四代的，那加上 Redox 的精密管哦，97公分的精密管所设计的结果。那总共射了24发，其中看起来是非常密集啊，非常不错。当然这几个我们扣掉的话，24变24、23、22、21。20、19，大概有19发在黑圈里面哦，19发里面黑圈，那我们再扣掉一下，在19、18、17、16，所以有16发在蓝圈、蓝红黄里面，16发在里面哦，那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，有11发在里面，好11，所以这边11发、19、8、7、6，在5发哦，在。7分、8分、9分这之间，所以设计的成果算是不错。那今天的风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国旗哦，大概算是微风，不过因为在13公尺的这么遥远的距离哦，所以稍稍应该也不算稍稍，我觉得是有中等程度对 BB 弹这个0.3克 BB 弹的一个影响。好，那这一个靶子的话是大概一个手掌的宽度哦。好，我们在之前的一个。量测的话，这个它的长宽就是18公分哈，18公分乘以18公分的这样一个格子哈，这样子，好，射起来的结果是，大概就是一个手大概就一个人的脸嘛，所以其实在13公尺的话，用这样的一个搭配，是几乎就是一定会打得中人的脸哈。如果生存游戏的话，用 BB 枪的这个 VFC G17。配精密管的话是还蛮不错的效果。好，以上的心得分享给各位，拜拜。